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12年了，9月9号南港站，南港站8:29，所拍摄的是蓝皮文博号五节蓝皮，然后还有这种对号的蓝皮普快平快车，以及还有那种通勤客车，蓝皮的通勤客车，印度仔或日本制的，对。啊，今天有2023年蓝皮文博号首发列车记者会，文化走出蓝皮及啊台湾文博会的那个蓝皮文博号专列在南港站停靠，然后我们等一下会有记者会，那我等一下拍好我就要回到其他地方。对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我要走，反正就差不多就这样吧，反正之后我还是要搭档，然后现在南回线应该也还有编组在跑，蓝皮节又好，对吧？应该是有了，我觉得他应该拿几辆修复，然后来做这次的蓝皮文博号。好了，谢谢各位，如果想问干嘛，咱们多多点我们的专门，各位再见，拜拜。就这样了，拜拜。8:31，9月9号。